996哥，今天要来给您的货打包发走了，那现在先来看一下您的货吧。996哥，那现在打包完就去寄快递了。996哥，您的货已经帮您寄出去了。收到货记得给我们通知哦，其他没有时间看直播的哥哥姐姐们可以多看看回放，如果有看上喜欢的可以联系后台，我们帮大家谈哦。喜欢和田玉的玉友们点订阅加入我们吧。